今天又接到新任务了。什么新任务？新任务，这个好，我们今天要测试厂商上架福利社的商品，这24公分呐、啊。那上面19是吗？19×24，还有这一只。厂商跟我说素材裸干，他说不用涂装，看起来虽然没有这么华丽，但是重量更轻啊。7H 的，请我们试。有。哦，好轻哦。少了涂装更轻了、啊，看着还是不错哦。不要掉看看。挑战这一次的7斤大物。对吧？其实鱼啊拢足水的呢，很漂亮的鱼，都大概2斤足吧。差目标5斤，怎么样？这个杆子拉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啦，很 Q 啦，很有反波力啊。但是硬度的话，哈，不足到7号多了，应该差不多接近在7号左右。但是它反波力真的好，神仙难钓中午鱼，你没有听过吗？那是神仙啊！哦。好溜啦，好溜啦，烂水干烂，老板，物流要拿给你看吗？超强反波力，那一只大概都8-9斤了，0.8斤。那一只有超过7斤吗？超过，那一只绝对有超过。你是想告诉我任务已经完成了吗？我们的对象是好球啊。好，我是这种人吗？好，谢谢老板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物流是怎么样？物流1条50块，这个里面我们就有那个编号嘛，对不对？1到0滚5就是 double。好玩啦，好玩就好了。好好，谢谢老板。就是欧溜啦，他爸爸。走。为什么欧溜他爸爸是福寿？这一板的呢，肥滋滋的呢，哦，你看，又漂亮。
怪怪的哦、啊，这弹力怪怪的哦、啊。怎么样？又乌溜溜的？有啊，那我才刚把装备拿过来。我要问你，我要的是这个。我要什么装备？有啊，今天的目标打窝子。这支杆子怎么没有卷旋器？手杆拼乌溜 Part 2。这支比较大一点。这是第三支，你看我现在肚子就差一个卷旋器而已。素材裸杆可以哦，可以啊，又轻哦，轻，重点是轻，适合我这种波拉搞就对了。完了，什么完呢？差点出去了。去了。断一钩，断两钩。断一钩，断两钩是怎样？弹一下，又弹一下。七斤福寿是吗？对，你来。那我要弄东西啦，你弄啊。我如果比你早就钓到七斤了怎么办？好啊，我把鱼给吃了。生吃沙西米。各位乡亲，听到了啊，这个啊，传说中的两分龙，等一下我就让他生吃七斤台湾鲷，赶快来弄东西。线也有重量，我们要把每线弄到水里，弄哦！啊，有人要吞了，吞个屁啦，捞了起来再说啦。我怕你不要浮标又用断了，但要求我有人又用那个食物纸的线。你鬼偷给你先绑上你啊！你会不会招干啊？